来哦，今天哦，教你们看哦，这是三旗像，像跟三旗的新版哦。那它的真假哦，它最近多了一个防伪标，防伪。之前我们都是看旧瓶回收，因为是看酒标。啊，旧瓶回收什么意思？就是用过了，然后它再回收。你是说有可能有造假的几率？造假几率，所以我们一般来看这里，如果是三旗的话，它这个一定是会有血。它不会，它这个不会是平整的。封签是有纹横纹路的，这个是有横纹路的。如果你看很亮的那个，都是假的。哦，而且，哦，咋地冒假哦？对，三兜里 KY 这里是分开的 ，KY 是下面外，上面是粘在一起的。你咋掉啊？上面是粘在一起的哦，这个分开的就是假的。你的这个对，像是钢印的。对，还有一个地方。它这里有血口，但是只有个地方没有血口，就是这个酒镂空的地方下面，这是没有血口哦。还有它这个是血口是由粗到细，上面是粗到细，对 OK。 还有现在最新的版尾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一定要拿灯。它这里有个 QR code 了吧？哦，要扫才扫出来、啊。对，这个要照，很多人不懂。哦，这是最新的哦。啊哈，新版才有哦。它这个是没错的哦。这个是整立志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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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立，哦，看这里有没有？这里都是立。你一直到最后面是成 L， 你看到？哦，最后一根是、那個？最后一根是 L。嗯。哦。然后这一条是直的下来，哦，还有你哦，它也是有 QR code。来，我们来找 QR code。啊，什么？大家都有 QR code。好，来，你们看到？哦。三级跟新版的白粥也是，好不好？嗯、哦，先教你们到这。其他还要再教，就来银盘找我哦。然后你讲也没问题啊，我不可能全教，还是有一些没讲哦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愿意跟你分享老酒，或者一些开店面很资深的人，你就要跟你讲，他不跟你讲，因为跟你讲他那没基础了，没基础他混个屁哟。但我们不一样了，我们还是希望以酒会友，好不好？银盘豆啊，来找我，拜拜。